到一首歌，听到鸡突，哎呦，你不唱歌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唱会咖直接要出来出题了，一起来欢迎，请出大来宾，第一道题目，纪晓君。小圈，等一下，让他们写一下，写一下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写下去就对了。OK， 写下去，写好，亮答案，来，这就没了，一个字错都不行。我梦中的阿迪达，第什么？第什么？第什么？三个字，阿迪达。写错就没有了，写错就没有，一个字都不能错哦，一次不能错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PUYUMA。他没有写对，这太气了，小军太感动了，小军感动了，你是来出题目，你怎么看开演唱会一样？对，哎，大家没有人敢呼吸呢，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上节目，我很土，很棒，很棒，你这个流浪记哦，我们这第一次听你现场这样唱，小军你在唱歌的时候啊，感觉就是怎么形容，就发香庄严，是用这样来形容。有人也有形容我是观音呐，你这个指甲，你这个指甲是留着抓痒用，掉皮的，我养的时候，哦，伸到比较里面。从嗨的地方要回来吗？真的是要对金枪客大战007，没事，
层楼，对呀，我第一次听到一首歌，听到鸡突，哎呦，鸡突，广东话里面这首歌叫《李香兰》，对，对，李香兰其实是一个人的人名，你知道他的典故吗？我知道李香兰，有，我有看周星驰的电影，典故，就是《金枪客大战零零七》，里面有唱这首歌。007大战金枪客，来讲讲。反正周星驰电影我都看很多了，一起来看看郑杰是哪一首歌。秋意浓，原来是李香兰。李香兰，李香兰，你想让他对了啊？秋意浓，李香兰，哦，恭喜答对，很棒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是最近是不是有要出新唱片，有演唱会？最近有一个就是网络非常红的一个。一个什么一句话，影片一句话，你在你的职场上，听过谎言最大的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最近很红。然后我就回，你在职场上是什么？我帮你出唱片啊！所以你觉得我有唱片吗？这句话谁最常讲？是谁的口头禅呢？宪哥的口头禅。我是说到我的小房间。聊聊。我帮你做音乐啦，我帮你做音乐，帮你做音乐，所以你去做音乐吗？不，但你的歌声不，你不唱歌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这个声音是上帝给你的，你要拿出来。对，所以你的声音要拿出来嘛。拿出来。对呀。你们在骗我啊！骗了好几年，多年了。那我怎么站住了？我烂呢，白烂呢。你坏蛋，欺负我们呢？多年了。那演唱会呢？演唱会有没有在准备？哪里有演唱会？你怎么讲的好像很悲惨哎？歌声怎么可能？国宝级的，我们一定要出演唱会。一出来的时候，
我的心像冰块一样碎掉，冰碎碎掉。我帮你做音乐，马上这个音乐这个字就出来了。我哪里有？哦，你不要说演唱会，连音乐都没有拿来的演唱会。不要那么悲，不要那么悲观，我们要往正能量一点的地方。我其实是蛮太阳的啦，其实我是说实话。哦，好好。哎，我们要讲事实。是是是，事实事实。哎呦，不行哦，六十也不六十，还有米酒。